演戏的感觉呗，就是演戏的感觉。没有心的，心不动那不就死了吗？你跟天天老师回答一模一样，心不动就死了，心不动就死了。那你刚才问听上啥感觉，你还没回答呢。不是我，是孤鹰眼。那你是啥感觉？没啥感觉。你都被人亲了还没感觉？就给他放里面。嗯。起来，慢慢起来啊，然后捞着他的脸，然后想松手，发现他会往一边倒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得把他摆正，哎，放他肩，头摆正了，肩摆正，还往前倒，哎，然后哎，再一扶，哎，好，不动了，然后这时候一阵微风吹过，有点冷是吧？哎，然后有点冷，别管那衣服的事了，这风夸一吹有点冷啊，有点。搓搓腿的这种爱下来了，然后看，行，对，懂。闭上了眼睛。对。行，好，就先演到这儿吧。来，准备。来，二位亲好。刘云老师问你个问题，对你刚才的吻是打几分？要十分是满分的吗？十一分。刚才的吻是负
十分，不十分，不十分。好尴尬啊！哎，不是我再来，我往这边，我那边。念念不忘。呀！哎呦我我会运用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去打败他。量子力学，我得爬公园的一只脚，看一看不有那烟吗？是吧？真正的成功的起源。转动惯量，转动惯量，转动惯量适用于描述物体转动惯性性质的物理量。啊，幸好我是文科生。周老师您辛苦了，多谢您，这一个多月的先照顾。现在是在录吗？哎，那个我觉得行，我在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做了周磊，高哥特戏特好，戏特好，就是林老师戏也特别好，真的。就是那个美少女学老师坐我这个吧。不坐，不坐，不坐，坐你练右脚。没事没事，你坐吧。没事，你坐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年轻。来，我坐。哎呦，说什么？你年轻？哈哈哈上几年级了，叔叔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有点听不太懂。好好好。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一个更科学的方法。问题，想办法找一下。好吧，好。他总跟我搭讪。这不行啊，还有个面膜。站好了，坐好了，各位。站好了，站好了。这个来，我来去出窗户外面那个。这刚才换起来。哇，那我立马搞掉。可以啊。轮轮坐还没跳好，是吧？啊，还有站的好看。